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又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让我们来祈求神赐给我们从天而来的眼光，能够看清前面的方向，明白上帝对我们的希望。星星还在夜里闪亮，
Yeah.
什么？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至三十三节。Yeah.
全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